同样的，你要怎么做才可以使家庭关系更好？来看动的，可是我很想问，跟合伙人关系好不好？好，你们顺利继续合作。要洗吗？要要要。把你的气放进去啊，磁场啊，磁场啊，还吸一个出来，好，就这个。好，打开。黑马是马，但是黑马。你们他其实很想跟你合作的，可是其实波折重重，在他的公司里面有你看不到的一些困难，并不如你眼下所看到的那么好，所以现在要不你就多体谅他，或许先给他一点支持，或许呢你们的合作虽然不是眼前，但是拖一段时日，你可能想个委婉的方法或是变更你的企划内容，你们就可以顺利合作。那我能怎么协助他呢？就是协助他改变这个状况，他动脑啊，你看马的走法就是走运，就是他需要一点技巧跟一些变通，所以动脑从刚刚到现在一格一格走啊，是没错没错，好，不是土法炼钢就可以的，你一定要用一些技巧的方式来做。好，现在还是要问一下爱情的东西，帮观众爱情是吗，帮观众解决一下，如果抽到了某一颗棋，在爱情上面需要怎么解。好的，那就是现在有个很好的对象，那这个对象跟我的未来是会怎么样子的发展，会往好的方面吗？这个问题蛮好的，我们先来把所有的牌都拿出来，全部都拿出来，让几率大一点，可能会比较有意思。好，大家如果观众朋友要玩的时候，你也可以问，我跟这个对象有结婚的姻缘吗？或者是说目前这个对象在个性上是适合我的吗？当然你也可以很简单的就问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抽出来的牌就跟他的个性很像。哇，可以这么直接啊，可以这么直接。比方说你也可以问我的小人就是某某某吗，你就抽一个，你就可以抓出来。那我可以问这个吗？你发现很多吗？好像问小人对不对？好，特别来宾最大，你要先想那个人，人名不用告诉我，你可以问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可以问他是我的小人吗？人名不用告诉我，可是你的那个问题属于哪一类型，你要跟我说一下。他还在思考。他是一个，他是一个会，就是很努力的一个人吗？还是会扯后腿的一个人？他为了自己而努力而扯你的后腿，这也算是努力啊。这个我好努力的扯我后腿也是。对，因为他要维护自己的位置，所以他扯你后腿。所以你的问题可能就是他会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利益而扯我后腿吗？这个问句就会比较完善。了解了解。所以你要问这个吗？好，我要问这个。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扯你后腿吗？好，你想着这个人，找出一颗棋。好，其实在帅呀、他其实是一个还蛮单纯的人，他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扯你后腿，可是他很要面子他不喜欢你下他的面子，他也不喜欢你功高盖主，所以有的时候即便你以为你有功劳，可是你还要说多亏了有你提醒我那么一句我才他很喜欢别人拍马屁的，可是你偶尔拍拍马屁他会很提拔你的，了解了解，对，他会照顾比自己弱势的人，或者是很支持他的那些他觉得就是有大哥，对，他有大哥个性，如果说你表现得比他强，他会把你当成敌人，或是觉得你这人怪怪的，是是是，对对对，如果说你以一个遵从大哥遵从老师的心情去跟他交流的话，他非常照顾你，是是，如果就是说就算实话实说还是要用糖衣把他给包住，对对对，即便你要指出什么问题你要绕一个圈子，你做的其实真的很好，但是这个我觉得可以修一下，你觉得修一下好不好呢？那就好，他说好，他会以为这个决定是他做的，对对对，事实上是你提醒他做的，所以用点小计策发挥马跟车的精神。那我了解该怎么对付他了OK， 好，所以玩法有很多，你可以试试看玩你的主管啊，或是你的恋人啊，你的家人啊，同样的方式都是可以的那还要再问个问题吗？还想问吗？就问恋情部分啊，终于要问到恋情了对那恋情就是跟这个现在的这个对象会不会在未来会不会顺利。好，恰当像
其实会维持现状，如果现在还不错的话会维持下去。你们唯一会碰到的情况就是有些部分他可能真的还不太了解你、哦、可是这个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是是是，那么也代表你们会越来越熟悉，但是中间少了一点激情。所以要未来更好的话，或许呢就要灌入一些特别的新奇的，对对对，或者是一起去旅游、嗯、但是你们之间会渐渐发展出家人的情感。哦，家人的情感，嗯，可是家人情感发展出来不就少了那个火花了吗？所以这都是要自己去选择的。嗯，激情不能持久，但是家人的情感好像有点淡薄，所以其实多多少少要自己去变通一下。其实你看象的走法，你看那么会玩象棋，象走前它总是固定的待在同样的地方、嗯、所以其实担保你喜欢的那个人他不会变形，他会守在那个地方。对对对，可是唯一的就是他太固守的那个地方了，久而久之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对，因为他永远没办法过河，你知道象都是在自己的土地在那边防守的。对，这样顾家不是刚好结婚吗？那如果我是，是是，如果我是居的话，两人已经聊开了。好，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象棋占卜的东西，每颗棋子应该怎么玩，上我们的网站你就知道了。好，所以你们两个继续聊吧。